现在时间早上礼拜天早上6:48，6:48。然后看到这个是中强公园的2号出口，非常非常讶异的发现，3台电扶梯都在运转着中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像我们那边常常就看到只有下没有上，这边呢是上的有2台，下的1台。哇，这多气派啊。这是面对中强公园的地方，是这样的电梯状况。象山青山步道步行路线，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，这是我们的象山站。但是你看这边是大松仁路，大松仁路的状态是怎样呢？每一台上拿一台电梯。OK， 就是你说怎样？现在是在营运时间，因为他们汽车站，那他们新的电梯他们在营运，然后他们要测，现在是测试期，所以他们必须3台都要在这。现在是测试期呀、啊。对。那测试的时候，可是我没有看到，如果是测试，表示有问题是吗？没有，新的东西都要测试啊。OK， 那为什么没有？如果是测试，表示有可能坏是吗？没有啊，不一定啊。哦。需要测试，然后才能运输。那如果测试的时候发生问题是怎样？是使用人倒霉吗？没有啊，没事啊。不是他，你说现在是因为在测试期间嘛，是不是？你刚刚是这样讲的，啊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听到了。你说因为测试，所以3台让它运转。那我只是很疑惑说啊，那测试的话。如果是测试期间有乘客用这个电梯手扶梯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是测试的公司要负责还是捷运局要负责？那小姐，那这个问题那我帮你投报给我们厂商，那如果我请他给你个正式的答复好吗？那你方便给我资料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